谢谢怎么办带来精彩的表演。那么下一组表演的呢，他们叫做 NAME， 就是 NAME 那个 NAME。 那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表演，谢谢。
这首歌还在，那你就选。接下来的也是张震岳的歌。
我们的那个歌是有顺序的，自由吗？啊，自由可以失去了，失去了伤心，伤心的时候心要跳这样，哎，接下来是什么？伤心了什么？什么？答对。没有。没办法送你酒啊，他那个衣服都送不去了。好，我们接带来这首张震岳的诗曲，然后张大官打嗝不要介意，我帮帮我的绿茶。月光老去，就在一瞬间，时光飞快，不曾停下来，消失在梦里，无尽的梦里，像是一出戏。却要更用力呼吸，急促的呼吸，可只能休息，我快要不行。说爱的人早已经远离，说慢的说来不及，还是有和你说再见，别让他好吗？我忘记住世上的所有。刚才是会伤心的，有没有常去 KTV 的？
KTV 的。KTV 的绿小星星，红酒问题。海星人的隔壁室没有。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月天的《伤心的人》，你听吗？Thank you.
我们最后一首，大家说好，我们失节制自由，自由失去了之后就伤心，伤心了之后再感觉到什么？心怎样？什么？心跳的百姓的电话。情绪。